上船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民营映画出品的反特片怀旧栏目。前几期节目主要介绍了七八十年代第二波反特片热潮时期的经典电影，这一期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六十年代，回顾一部早期反特片中的经典杰作。1961年的9月下旬，南方边陲的深圳，彼时的深圳还是一座小渔村，却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边防哨站。大批归国华侨都要经过这里进入内地，因为人流密集，边防安检工作是重中之重。这天下午，罗湖口岸的边检人员遇到了一桩可疑案件，负责安检的女检察员从一名过关的老太太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卷可疑的香烟，老太太神情有些慌张，更加引起检察员的警觉。拆开烟卷后，赫然发现里面居然包着雷管，再仔细检查手提包内的糖果，发现居然是套着糖纸的烈性炸药。边检站发现炸药可不是小案子，老太太被带进附近的警务处接受问询，然而老太太却一口咬定手提包不是她的，全怪自己一时贪心，没想到会惹上大麻烦。原来老太太从香港坐火车过来的时候拿错了手提包，老太太拿到的手提包里有一条金链子，爱占便宜的老太太想着虽然弄丢了行李却捡了个大便宜，也就没有声张。警务处将案件报告给了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李明刚，他仔细询问了老太太他自己的包里带了哪些东西。就在此时，车站候车室内有人报告说发现了一个无主的手提包，经过检查，手提包里的物品与老太太供认的情况完全相符，正是他在火车上丢失的。李明刚意识到事情背后并不简单，他推测调包事件很可能是特务所为，特务在火车上调换了两个手提包，利用老太太贪小便宜的心理将危险的爆炸品带过境。过关后发现老太太被带进了警务处，担心事情暴露便又丢掉手提包以割断调查线索。有了以上推断，李明刚决心展开调查，揪出幕后的特务。尽管特务很狡猾，但李明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很快就理出了一条线索。老太太的手提包里有一辆带给孙子的高档玩具小汽车，在那个年月可是稀罕物，因而过安检时要补交关税，所以特务的身份信息必然会留在税单上。顺着这条线索，李明刚查找了当天的税单登记有玩具车的人员名单，总共有16人。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好，我马上查去。李明刚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助调查，分别走访了名单上的16人，看他们手里谁没有玩具小汽车，谁就是嫌疑人。可没想到，公安人员走访后发现16个人手里都有玩具车。李明刚看着手里的玩具车，猜想特务如果意识到税务单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很可能会在当地就近买一辆同样的玩具小汽车以掩盖身份。于是李明刚去了商场的儿童玩具专柜，经过店员的介绍得知，老太太买的玩具车是外国产的，与国产的玩具车虽然造型一模一样，但功能却有差异，国产的更高级，遇到阻挡物的时候会自动倒车。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哎，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之后，李明刚带着侦查员小黄对名单中的16人进行走访，只要确认谁手里的玩具车能自动倒车，就证明他是在过关后买的，也就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李明刚和侦查员小黄分头展开调查，李明刚这边查到了一位叫做钱家人的归国华侨，打听后得知钱家人是来探望广州的大学教授何静熙，何教授与前夫曾是故交，如今前夫定居国外，就委托儿子钱家人归国探望老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明刚悄悄联系了何家的保姆刘嫂，让他注意钱家人是否带着一辆玩具小汽车，如果有最好拿出来让自己检查一下。刘嫂很上心，当钱家人掏出玩具车给何教授的孙子玩的时候，刘嫂以带孩子出门买菜为借口将玩具车带了出来交给李明刚检查。李明刚试了试玩具车，结果发现钱家人手里的玩具车不会倒车，这意味着钱家人的玩具车并非在国内买的。李明刚内心隐隐有些失望，不过出于一名侦查人员的谨慎，他还是嘱咐刘嫂继续观察钱家人在何家的言行。另一边，侦查员小黄的走访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查到一名叫做林永贵的旅客手里的玩具车能自动倒车，这让小黄确认林永贵有重大嫌疑，
在深入调查后得知，林永贵是广州发电厂的工人林德祥的侄子。解放前，林永贵随父亲去香港讨生活，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林永贵才回来探亲。小黄把对林家的调查汇报给李明刚，李明刚联想起近期警方破获的几桩案件，有几宗都是特务组织妄图炸毁当地电厂的案件，而林永贵的叔叔恰好就是发电厂的工人，这就让林永贵突然决定回内地探亲的行为显得更加可疑。李明刚让侦查员小黄配合林永贵的叔叔一起暗中留意林永贵的一举一动。叔叔林德祥得知侄子可能是特务，有些恨铁不成钢，气不过批评教训了林永贵几句。林永贵觉察到叔叔一家人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内心忍不住开始担惊受怕起来。就在这时，李明刚决定突击审讯林永贵，并拿出了在边检站发现的玩具车。林永贵还想狡辩，拿出了自己手里的玩具车，可李明刚把两辆玩具车放在一起按动开关后，林永贵手里的玩具车能自动倒车，而另一辆却不能，这让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林永贵知道事情败露，只好认罪交代。林永贵承认自己受境外特务组织的委派来广州，任务是通过叔叔林德祥的关系接近发电厂，并物色发展对象，而狡猾的特务组织妄图在国庆前夕炸毁发电厂，借此给城市制造混乱。李明刚问他，你自己的炸弹已经丢在了边检站，那行动时的炸弹又从何而来？林永贵回答，行动前会有人送炸弹过来，但对方究竟是谁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在9月28日火车站的留言板上会有通知信息。李明刚至此确认，特务组织除了林永贵外，还有其他潜伏在广州城内的势力。为了将特务组织一网打尽，李明刚决定将计就计，他让林永贵写信给特务组织，谎称已物色好炸弹袭击计划的执行对象，请组织派人来审查。不久，侦查员小黄带来上级的消息称，边防岗哨发现了一伙境外特务想要偷渡入境。从照片上显示的被丢弃的潜水装备来看，其中一名特务很可能已经潜入到了广州。与此同时，林永贵接到电话，神秘人用暗语让他和新物色的同伙一起到百货公司接头。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林永贵听电话。喂，我是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点，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我明白了。于是侦查员李明刚乔装成电厂工人，化名崔大成，跟着林永贵一起到街头处等待。李明刚坐在顾客休息区装作休息的样子，暗中打量着商场的顾客，可坐在一旁的林永贵神色却很紧张，一直在看壁钟上的时间。这时两人身旁的长椅上，一个中年妇女悄悄望了两人一眼，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却一直没有人来与林永贵接头，而坐在两人身旁的中年妇女也起身离开了。此时乔装成顾客的侦查员小黄注意到，中年妇女离开前曾一直站在镜子前。小黄来到女人之前站的位置，发现恰好能通过镜子将李明刚和林永贵两人的举止看得一清二楚，由此推断女人很可能就是特务，一直在秘密监视两人。小黄赶紧对女人展开跟踪，见她走进一家服装生产合作社，打听后得知女人名叫徐英。通过附近民警的协助调查，小黄询问了徐英的社交圈子，并没有发现太多异常，但是有一点引起了小黄的警觉，徐英就住在何教授家的隔壁，而且经常去为何教授家的外甥女小蔡送衣服。巧合的是，小蔡的工作正是当地变电站的技术员。有了以上线索，李明刚让侦查员小黄密切观察徐英和钱家人的一举一动。这天晚上，徐英以送衣服的名义到何教授家找小蔡，期间他故意支开了小蔡，与暂时借住在何家的钱家人进行了秘密交谈。原来钱家人也是从境外潜入的特务，同时也是徐英的上线。他收到林永贵的通知后，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让徐英先去核实他的身份。如今徐英得知林永贵可能已经被控制，钱家人怕事情暴露，决定放弃林永贵，临时改变计划。但为了麻痹工人人员，钱家人又给林永贵打了个电话，称计划不变，按时交货，想要来一招金蝉脱壳。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怎么了？
谈多科。喂，请你传呼一下。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哎，明天呢？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我没有时间了。喂，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到了九月二十八那天，李明刚和小黄又一次乔装在附近，密切注意着火车站的留言板。只见有个背挎包的男人，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将一张纸条给贴在留言板上。李明刚从留言板前路过，快速瞄了上面的字迹，上面写着一句话：东西在越秀公园湖边的椅子下面，用白粉做记号。之后，李明刚带人去公园，循着标记，果然找到了一包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放的正是炸药和定时装置。而在凳子旁边，李明刚发现了一枚男人的皮鞋脚印。里边，侦查员小黄对挎包男人展开跟踪追击，在公安人员的天罗地网下，很快在边境附近将男人逮捕。经过审讯，男人交代了实情，自己只是奉命送炸弹过来，其他一概不知。李明刚掏出在公园搜到的包裹，男人看了后却说，自己送来的包裹起码比这个大两倍。李明刚由此推断，之前送来的是两份包裹，也就是说炸弹有两个，特务提前取走了炸弹，却又故意留下一个，目的是要麻痹办案人员。至于提前取走炸弹的人，应该就是皮鞋脚印的主人。李明刚回忆起之前对何家的调查，于是又走访了何教授外甥与小蔡的单位，后得知国庆节那天恰好正是轮到小蔡来值班。接着又询问了何家的保姆刘嫂，确认目前住在何教授家的钱家人经常穿的就是一双皮鞋，并趁着钱家人外出的时候将皮鞋与照片上的鞋印做比对，由此确认钱家人的特务身份。案件至此，一切线索都逐渐明朗。特务徐英和钱家人妄图通过变电站女技术员小蔡的关系来炸毁变电站。为了阻止特务分子的阴谋，李明刚争取到何教授的帮助，从何教授那里得知外甥与小蔡是无线电爱好者，钱家人曾提出要送他一个万能表。这时钱家人突然回来，准备拿走炸弹，但他见到有生人在家，所以不敢贸然行动。李明刚自称是何教授的同事，并悄悄写了一张字条，让他悄悄交给在外围支援的侦查员小黄。纸条上只有四个字：赶鸟出笼。小黄却瞬间明白李明刚的意思。很快，侦查员小黄带着人伪装成社区工作者，声称当地有群众反映附近的人家闹白蚁，所以需要挨家挨户的进行检查喷雾，以此为借口来检查徐英的住处。小黄在徐英的家里各种检查搜索，徐英越来越害怕，担心暴露的他赶紧转身开溜，殊不知这是公安人员故意为之，目的就是要让徐英自乱阵脚。果不其然，害怕暴露的徐英赶紧来到了何教授家，在门口用暗语通知钱家人撤离。此时在何教授家中的李明刚故意避开，给钱家人留下逃跑的机会。钱家人赶紧从厕所水箱中取出了微型炸弹，设定好时间，装入万能表。之后钱家人找借口说要开车送小蔡去单位，带着万能表离开了何家。小蔡在路上收到钱家人送的万能表，见小蔡走入站内，钱家人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钱家人刚离开何家，李明刚便带队一路跟踪来到变电站。他向小蔡表明身份，取出了万能表内的定时炸弹，小蔡这才知道被特务所利用，
悔恨不已。另一边，侦查员小黄负责跟踪特务徐英，来到了附近海边的码头。眼见徐英乘坐的渡船离港，小黄立刻带着民警一起驾驶快艇追了上去，最终截停了渡船，抓捕了船上的徐英，可唯独没见到钱家人的身影。此时李明刚也赶到了渡船附近，他驾着快艇沿着渡船附近转了一圈，结果发现船舵旁有一片水渍，下面缠着一堆水草。拨开水草后，见里面藏着一根塑料管子，李明刚当即捏紧了塑料管口，果然水下出现一阵气泡，憋不过气来的特务钱家人只得浮出了水面。上船吧。特务在狡猾，却逃不脱侦查员们敏锐的眼睛。至此，特务落网，一场罪恶阴谋被彻底粉碎。电影最后，李明刚与侦查员小黄驾船顺利返航，城市内响起了国庆的钟声。他们知道，黑夜已经过去，新的时代终将来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特片进入高峰期，诞生了不少风靡一时的经典之作。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反特片是那个年代的银幕上为数不多的以紧张刺激的剧情为核心兼有一定娱乐性的类型电影。尤其是早期反特片的创作背景很多都是源自真实发生的案件，因此电影本身自带话题。这部跟踪追击由朱影厂出品，导演卢爵是国产反特电影史上的著名导演。1957年38岁的卢爵首次担任导演，处女作就是轰动一时的反特片《阳城暗哨》。该片根据建国初期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情节引人入胜，成为50年代反特片历史上的一座高峰。到1962年卢爵再次挂名导演，拍摄了同样以广州为背景的反特片跟踪追击。这部电影一问世，再次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加上后来同样以广州深圳为故事背景的反特片秘密图纸，构成当时岭南反特片的三大代表作。跟踪追击的剧本最初是由三名公安人员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积累的素材创作而成，当时朱影厂的领导看到了这个剧本，认为可以拍成电影。卢爵导演本身就是广州人，加上成功指导过《阳城暗哨》的经验，而跟踪追击的故事背景也是发生在广州，卢爵遂接手剧本项目，前后耗时一年，对剧本进行了二次修改。不过完成后的署名作者却是朱向群、安忠民两位编剧，但其实并非两个真实姓名，前一个名字代表朱影厂，后一个代表是公安局。1962年跟踪追击正式开拍，于1963年上映，迅速引发轰动，成为几代观众的经典记忆。电影中主人公李明刚和特务钱家人分别由朱影厂著名演员林兰和史金扮演。因为有了《阳城暗哨》的成功经验，导演卢爵在本片的创作过程更加得心应手，他刻意求新，力图在惊险样式中摒弃神秘主义。整部电影情节虽不复杂，但悬念一波三折。开篇老太太携带炸药和一辆玩具车成了破案线索的情节设计都很精彩，剧情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特别是电影最后公安人员捉拿敌特分子时，钱家人潜在客轮下，嘴里含着橡皮管，口吐泡泡，企图逃脱追捕，而李明刚乘着快艇追上客轮，接着一声令下绕着大船走一圈。这一场戏曾经让很多观众为之印象深刻。影片的另一大意义在于记录下了60年代广州和深圳的风土人情。电影开篇上来就用一场边防战的戏份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而片中的这场重头戏外景是在深圳的罗湖口岸实地拍摄。当时的罗湖口岸相当简陋，仅是用一座木头桥连接了内地和香港。至于开头出现的香港警察的场景，实际上是后来剧组专门搭建的场景，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虚实结合，做到了以假乱真。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第一次知道深圳这个地方而边境原来是这样过关检查的。在电影拍摄时的五六十年代，面临港澳的广州当时特务案件频发，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公安部门仅是在1956年和1958年就多次破获各类案件，查获的炸弹足足可以堆满一间屋子，所以跟踪追击中所反映的案件
并非编剧杜撰。最后顺带一提，本片拍摄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桩剧组假戏真做的新闻。据说当时剧组在火车站拍戏，恰逢一批偷渡客从香港被押回，到了车站，偷渡客见现场人数众多，不知是在拍电影，只觉得乱糟糟的，正好乘乱逃跑，场面顿时大乱。紧急之下，摄制组立即关机，演员和工作人员全体出动，配合警察抓捕偷渡客。扮演侦查员李明刚的演员林兰身穿白色警服，正沉浸在角色中，见此情景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齐心协力将偷渡客们给追回，扎实的体验了一把假戏真做。